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绿洲看风。我们现在很高兴带大家来到 Skyline at Santa Clarita。我们现在在 Tri Point Home 最大的一个 collection Starling 的门口，我们来看它的一号户型，3300多到3600尺，四房到六房，然后三个卫生间到五个卫生间不等，两车位到三车位，价格只要100万起，看一下吧。来看看这个房子的外观，它是一个 modern farm style。That's right, modern farm。modern farm 最大的特色就是外墙有这样白色的或者是深色的这样的 siding。然后看到它车库的门也是用的带自然的采光，就给你有一种现代化的感觉。然后它的前院呢是非常的大，非常的深。它这边因为是样板房，所以我们看不出车库的这个长度，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二号和三号户型都有差不多24尺的长，这边其实也是非常长的一个车库。然后我们看到前院的景深是非常深，所以它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来给他们发挥。你看它现在做了这个水系啊，在这么大一块地方就只做了一个水系， gutter 也是喷成了白色和外墙一样的颜色。一个 front porch 进门，我们看这门会不会自动打开呀？它应该是个自动门，我敲两下，看看能不能自动开门。哇，果然有自动开门的功能。Oh my gosh！ 好，进门一个挑空，我们先到左手边来看一下。很标准的一个设计哈，楼底下就是一个卧室给长辈们来住的啊。你这卧室面积也蛮大的，差不多有3米8×3米8间，包括这层高，这10尺的层高。整个房子呢是二楼是9尺，一楼是10尺。门口的一个卫生间，12×24的地砖。哦，这个是 Chevron 的 Undulated Farm Style Brick。I don't talking about, but.我蛮喜欢这个造型的，感觉给你感觉有点变化，可是又没有特别的复杂。那底下用的配的这个2×2的六边形的小地砖，这边就是一个天然石头的一个台面。All quartz, I don't know。台下盆，这个应该是标配的橱柜啊。这是一个 shaker style 的 thermal foil， 然后这个肯定也是标配的 knob， 这个应该是标配的龙头，然后有自己的通风采光。进门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书房啊，右手边是一个书房。那这个房间呢，应该是可以改成卧室 ，after double check。不过呢，我会保留成一个书房，因为你一楼已经有一个卧室了，那这个做书房呢是很舒服。一个12尺的双开门的这样一个 patio door， 这厨房其实还是蛮朴素的，这些橱柜其实都是标配36英寸的橱柜，然后当然这个玻璃是选配，岛台呢也是很普通的 level one 的 quartz， 这边用了一些因为应景 farm style 嘛，他就用了这种款式的砖，其实这个砖还挺贵的，然后 the iconic。Farm style sink from apron， 用烤瓷的水池，然后整个它都是白色的，然后加金色 ，GE 的 cafe， 然后这里面这个里面的也是不锈钢的啊，有一些入门版的它里面的就是塑料的，那么这个里面也是不锈钢，那么它是白色的面板，为了来配这个整个白色的橱柜，包括它这个冰箱，然后它这边的哇，它这边的微波炉和烤箱也全部都是升级成白色的面板哈，然后。烤箱肯定是带风扇的啦 ，convection oven， that's right， convection oven 能够让受热更均匀。一个 walk in the pantry 没有做任何的 organizer， 这是标配的 built in 的 rack。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标配的抽屉啊，这是标配，对，这是它标配的抽屉，就是一个 staple 的一个这样一个 fast close 的一个抽屉啊，
没有带 soft closure， 但是这个呢是一个 trash can pull out， 是一个 heavy duty 的 trash can pull out， 但这个应该是升级哈，这个 handle 是升级，当然这个它做了净水器，这些都是升级，然后包括它这个36英寸6个 burner 的炉头，这也是升级，因为这是 cafe series， 它普通的应该给的就是普通的 GE。这是 GE Cafe， 那么 GE 呢有 GE GE Profile， 再上一档的是 GE Cafe， 然后再上一档的是 GE Monogram。 那这个院子就小一点，但它这个房子 average 院子大小都有7500尺啊，所以这个差不多就是 average 的大小。然后它这边也是有一个小的加州屋啊，也不小啊，其实也不小，相比于刚才那个三号户型就是小一点。 What? Still pretty nice。这应该是2个3吨的空调，整个房子的采光真的是很好，我们看到它窗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的多。我很喜欢它的 wrap around the gutter， very nice。实木的地板配 modern farm style， best。啊，我的电不多了，只有10%的电了。这边是它升级的一个现代化的壁炉，当然你可以不升级，不升级的话就没有这一堵墙直接到底，那你的客厅就会变大。现在很多人都是没有再来做壁炉的升级了，但是呢我还是个人是比较喜欢壁炉的，可是我的老婆呢她不喜欢壁炉。这边是一个 pool room or entertainment room， 那么你如果不要这个房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3车位的车库，这边墙就打破，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车库。All right， 这边放 pool table 有点小，其实有点小，但这边其实可以建议呢，我们可以做一个 pool house， 可以有淋浴房的设计，让啊，那是取决于如果你这个房子有游泳池的话，那么这边做一个 pool house 会非常好。那大家游完泳呢，可以过来。直接洗澡，而不要进到滴滴答答的进到这个 main house 里面。这个 feature powder 还是做的比较豪华一点，因为 powder 大家都是给客人看的面子工程。你看它的这个龙头也变成了 separate widespread 龙头。mud room 我很喜欢这 mud room， 像更衣室，像那个球员的这个更衣室一样，后面。David Beckham 的球衣挂这边，或者 Lionel Messi 啊 Cristiano Ronaldo， 那这边坐在这边，然后这边两个球鞋一放，非常有感觉。好，这边再给你看一下 ，Let's take a peek， 2车位的车库，那么当然这边你可以延伸做3车位的车库 ，Tankless water heater， 然后这边它装了一个 EV 的 charger， 然后上面是太阳能。哦，还有一个，看到没有？还有一个 sub panel 也在后面。那么这边如果万一有什么跳闸的话，你不要跑到外面去，对不对？很冷啊，你就在家里在车库就能看到哪一个 breaker 来跳闸了。 All right， 我们抓紧到2楼去看一看了，时间没有了，主要是没有电了，然后那边也要下班了。 OK， 上来，它这楼梯不是很宽啊，43寸的宽度。反正还是一句话 ，TriPoint 把这个 collection 就做成这种居家风格，他不想让你感觉非常豪华。但包括这边，你看他刻意就保留了 Pony Wall， 他没有把它全部打开。那么就是全部打开的话，就肯定是升级；那保留的话，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就告诉你，哇，全部保留其实也是可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loft。那这个 feature wall 呢是不提供的，自己去过户完做，包括这个 built-in 的 desk 也是不提供的。我们看样板房的话，主要就是看一下户型是不是你喜欢的。看这个窗户就特别的多。2楼是9尺的层高，可是还是8尺的门框。这边是它的客位，那这边应该也就是标配的龙头 quartz， 那这些都是升级了 backsplash。我们这边过来看到啊，这个一套肯定就是标配了，这个是fiberglass 的淋浴房了。那它连6x6的这个瓷砖都不给你，直接就是这个 fiberglass。那如果你不花钱的话 ，That's what you're gonna get。带通风用，洗衣房可以升级水池。那么这个就是标配的龙头，橱柜也是要升级的，标配只是 rack，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边的上柜和底柜都是不给的，全部都是要升级的。然后包括这边，我们又来到它的另外一个小客卧，LED 的灯升级，Ceiling fan pre-wire 升级。Look at the view, gorgeous view。这边到晚上的话，就会有城市的 city light view。那如果这样的 view 在尔湾的话，就是30万、50万到100万不等。Alright，我们看一下主卧。Let's go to the primary bedroom. Options, standard,主卧做了这个吊顶，这个也是 farm style 的一个特征啊，喜欢 put 这种白色的装饰木板。看那个房子多漂亮，这个地块，best lot，很大的主卧，大概6米乘5米，差不多30个平米。看到主卧的卫生间和衣帽间，哇，这衣帽间好大，这做 built in 的 organizer 会非常的漂亮。这边是阁楼的 access，marble floor，very nice。Is marble or tile？有可能是仿的 marble，也有可能是真的 marble。黑色的 quartz 的台面，啊，这感觉可能是，no，这边好花。Anyway，它是主卧是花了一点钱的。那么这个标配其实就是一个双人的浴缸和一个淋浴房，这个是标配。但你所有看到这些材料全部都是选装，包括这个。等于是 floor to ceiling 的这整个的砖，就算它不是 marble，它是这个24×24的砖的话，也是成本非常高的。但这个大浴缸真的很舒服，那你靠在这儿，看看后面的夜景，喝一杯红酒。啊，这边没有给大家看 water closet，啊，这个很大，啊，这边还有这个 built-in cabinet，非常好。Very nice。全屋它都是实木的地板，但有的地方它做了一点点的地毯。实木的地板我真的还是非常喜欢的，my favorite。OK 了，3382尺到3697尺，4房到6房，3卫到5.5卫，2车位到3车位的车库，108万，大家觉得怎么样？108万呢、啊，可能在尔湾只能买个2房的 condo，都还买不到，都还要挑。但这个你也买不到，你也需要来排队，排队，排队。喜欢啥就快点找我来排队。那么大家可以叫我小王，也可以叫我绿洲，也可以叫我 Joe。那我们的业务范围呢，覆盖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包括这边 Santa Clarita 是属于洛杉矶地区的，还包括橙县，那就是。尔湾的在的这个郡县，然后还有 Chino，那就是 Inland Empire，整个这三个大区我们都会 cover，甚至包括 Riverside，那其实就是整个 Inland Empire 了。那 Inland Empire 包括 San Bernardino、Riverside、many counties。所以呢，有任何需要的朋友呢，就来找我们。那这边是我的联系方式。那么，我们致力于为大家带来最及时，也是最真实的房源的信息。谢谢你的观看，你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